学 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高品质全程面授教学，零元入学，两周免费试听。那缺省的这个拷贝构造函数长什么样子呢？哈，其实就是长这个样子，然后类的名称，然后 const class name 加一个引用，明白了没有啊？如果说是 student 这个类的话，你看是不是这个类的话哈，它那个缺省的构造函数应该是什么呀？是不是 student 应该是来一个 const， 是不是 stu 取地址 ob， 是不是这是那一个缺省的那一个什么构造函数呀？明白了吧？明白。这个 ob， 比如说你用 lucy， 你刚才是不是用这一个什么呀，同学们？你刚才在程序当中是不是用 lucy 给，哎，这样，稍等哈。你是不是用这一个什么呀，同学们？哎，你是不是定义 bob 的时候用 lucy 给它赋出值呀？将来这一个缺省的这个拷贝构造的这个 ob 就代表谁呀？就代表你那个 lucy， 将来在这一个拷贝构造函数里边用 lucy 是不是给 bob 的成员逐个赋值呀？明白了没有？这是默认的什么呀？缺省的那一个拷贝构造哈，不过它赋值的时候肯定是一一赋值，是不是？就是前拷贝那 number 等于 number，name 等于 name 呀，是不是啊？哎，好了，咱们自定义拷贝构造函数的时候也必须这么整，明白没有啊？只不过咱们自己定义一个拷贝构造函数的时候，咱们函数体可以怎么样？可以自己写呀，是不是、啊、同学们？可以自己写哈。 OB 就是用来初始化那个新对象的那个老对象，是不是、啊、其实就是旧对象呀。好，那接下来呢，拷贝构造函数也是一个构造函数哈。拷贝构造函数，拷贝是修饰构造函数的嘛。那接下来呢，咱们看个例子好不好？看个例子，然后呢看一下咱们自己定义一个拷贝构造函数，感觉一下哈。哎，在这儿让大家感觉一下拷贝构造函数。11拷贝点 cpp， 让你咱们显示，咱们刚才是不是说了，咱们刚才是不是隐式的调的是拷贝构造呀？是不是、啊、同学们？哎，然后咱们现在在这一个类当中呀，定义一个什么呀？显示的定义一个拷贝构造函数，好不好？ const stu 取地址那个 ob， 然后呢，大家抬头看，这个拷贝构造函数该怎么写呢？在这儿，是不是它属于这个类的呀？构造函数，然后注意它的形参是不是一个引用啊？然后应该咱们应该怎么写呀？咱们应该怎么写？是不是 bob 的 number 是不是等于你传进来的那个 ob 的 number 呀？是不是、啊、同学们？然后是不是这样一一复制？如果有 name 的话，有其他的话，咱们是不是一个一个去复制呀？是不是、啊？这是拷贝构造，咱们显示定义出来了吗？然后这是什么呀？虚构。然后大家抬头看哈，我定义一个 lucy， 然后去 lucy 的 set number 去设置 lucy 的 number， 然后打印一句话。然后呢，我定义 bob， 用 lucy 给 bob 复制，这个时候是不是会调拷贝构造函数呀？我再去打印 lucy 的 get number 和 bob 的 get number， 应该是不是都是10呀？因为是 lucy 的 number 给 bob 的 number 复制，是不是在拷贝构造里边？好，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它会调构造，在这个地方它是不是会调什么呀？拷贝构造。用的两种构造函数，一种是普通构造，一种是拷贝构造嘛，是吧？ g 加加，稍等哈。大家抬头看，11-O11A。你看，定义 Lucy 的时候是不是因构造呀？然后第54行是不是拷贝构造了呀？是不是、啊、同学们？
然后 Lucy 的 number 和 Bob 的 number 都是什么呀？都是十，然后打印什么呀？001，完了之后是不是两次虚构？是不是啊，同学们？明白？这一个我告诉你，这一个拷贝构造的这一个用处是什么呀？就是为了防止那种带指针的时候，这种，大家抬头看，叉星什么呀？name，然后在构造函数当中，咱们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在构造函数当中，哎，这个是无参的哈，它写了个无参的构造呀。啊，那算了，咱一会儿再改吧。其实就可以解决那一个什么问题啊？那个断错误的那个问题，明白了没有啊？稍等哈，我看一下下一个例子，应该差不多就是了吧。这个咱们是不是已经通过这个例子，咱们是不是知道这个拷贝构造是怎么回事了呀？怎么定义拷贝构造了呀？这个 OB 是谁呀？是不是就是你后边的这一个老旧对象呀？是不是啊？给新对象的成员赋值，然后什么时候调拷贝构造呢？是不是这个时候调呀？下边这个例子呢，就是什么呀，同学们？下边这个例子就是解决那种断错误的问题哈。咱还记得这个，稍等哈，咱还记得如果说赋值的话，没有拷贝构造的话，是不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如果咱们自己不定义拷贝构造，用默认的拷贝构造的话，会出现 name 指向这个地方，这个 name 也指向这个地方，两次虚构的时候会出断错误吗？是不是？那意思是，我有了拷贝构造之后呢，我自己定一个拷贝构造，我是不是可以让这一个新对象干嘛呀？指向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将这一块内存里面的东西是不是拷过去啊？是不是？哎，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例子啊，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哎，这个不在这儿，应该是在下边哈。稍等，这就是拷贝构造的作用啊。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比如说，这是咱们的什么呀？我看他是用谁？Lucy 给 Bob 赋的值嘛？咱们可以这样，这是那个老对象嘛？是不是啊？然后在定义 Bob 的时候，咱调用拷贝构造，在拷贝构造里边，咱们让 name 指向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将这个东西 string copy 拷过来，number 去给 number 赋值。咱们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将来虚构两次的时候就不会出断错误了呀？因为 Lucy 的 name 指向这个地方，Bob 的 name 指向这个地方，它指向两块内存，各自释放各自的，是不是啊？它是用 string copy 拷过来的，它指向两个地方，是不是就可以了呀？那意思在拷贝构造里边主要干什么事呀、啊，同学们？在拷贝构造里边，一个是 number 是不是给 number 赋值呀、啊？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在拷贝构造里边，是不是给 Bob 的 name 是不是 new 一个空间呀、啊？然后再把这个 Lucy 的这个 name 里边的东西是不是填到这一个空间里边？是不是就是干这两个事儿、啊、呀？是不是？好嘞，然后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例子。这样就会，解决这个前拷贝的问题吧。这就是拷贝，这个就是拷贝构造的这个作用。12 copy 点 cpp。好，看一下哈，是不是这个地方得加什么呀？const，然后呢，下边的那个 set name 这个地方得加 const，是不是啊？然后构造函数这个地方得加什么呀？const，然后呢，还有，这个地方是不是声明的时候也需要加 const 呀？其实这个 set name 这个地方呀。咱们是不是说过有风险？它万一设置的新名字太长，是不是有可能不够用啊？delete 什么呀？name 是不是 name 等于什么呀？new 叉申请一个数组吧，数组多大呀？string len str 是不是加一？这样再拷贝过来，是不是就可以了呀？啊，name 前面咋了？
可以，没问题啊。对，这是那个，这是隐藏的这个问题哈。然后大家抬头看，那在这个构造函数里边和以前一样的嘛 ，n 给 number 赋值 ，name 等于申请一个空间，然后传进来的字符串是不是往里边拷呀？构造函数，你看这个拷贝构造里边是不是它干了几个事呀？是不是新对象的 number 等于老对象的 number 嘛？是不是新对象的 name 是不是给新对象的 name 申请空间呀？然后是不是再把那个老对象的 name 指向的字符串拷贝到新对象的那个 name 当中去啊？指向的内存当中去啊？然后拷贝构造，然后呢，吸构的话就是吸构它每个对象的 name 嘛，哈，是不是？好，你看我定一个 Lucy 初始化，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是用什么呀？它这个时候是不是调的是有参构造呀？然后定一个新对象，用老对象去给它赋值，这个时候是不是调拷贝构造呀？是不是，同学们？接下来你获取 number、获取 name， 然后 Lucy 的、Bob 的，是不是都能获取啊？而且 Lucy 的和 Bob 的 number 都一样。Lucy 和 Bob 的 name 是不是也都一样呀？最后程序结束了之后，它肯定不会出断错误。为什么呀？因为 Lucy 的 name 和这个 Bob 的 name 是不是它指向两块内存呀？是不是？那指向两块内存，它是在哪里处理的呀？是不是主要的就是在这个拷贝构造函数当中，在这个地方处理的？是不是，同学们？是不是？就不是简单的指针地址复制了。是吧，而是重新申请空间然后string copy的吧，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处理的呀，避免前拷贝出现的问题吧。好，那大家抬头看哈，这个程序有没有问题， G 加加十二，然后杠 O 十二，十二走，哎呀没有编码是吧，你看 Lucy 的时候是用的构造函数嘛，66行定义 Bob 的时候用的是拷贝构造嘛，你看 Lucy 的 number 和 Lucy 的 name， 哎怎么都啊、哦、是不是10和 Lucy 啊， Bob 的 number 和 Bob 的 name 是不是也都是和 Lucy 的一样呀，你看两次吸构是不是并没有出断错误，说明这就解决了这种上边那种问题啊，就是那种前拷贝的问题啊，哪种问题了，在这种问题是吧，是不是解决了呀，变成有了拷贝构造之后，咱们是不是就变成这个样子的了呀，是不是，哎好，类里面的指针变量指针申请空间，这个时候拷贝构造函数必须要写啊，就是重新给 name 指向一块你申请的内存嘛哈，否则会出断错误，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类，同学们现这一个代码它是一个完整的类啊，有普通的成员数据成员，是不是有指针数据成员呀，然后有什么呀，有构造函数，有什么呀，拷贝构造函数，还有吸构函数，是不是，同学们是不是都有了呀，什么都不缺了，有构造，有吸构，还有拷贝构造呀，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类，明白了没有啊，所有的咱们都显示的是不是定义出来了呀，好，那这个呢我替代一下程序哈，改了一点嘛哈，在哪呢，是不是在这呀，这个拷贝构造的作用你清楚了没有，但是大家注意哈，但是大家注意什么呢，这种时候是不是调的是拷贝构造呀，用一个已有的对象给新定义的对象复制初始化的时候，是不是它会去调着一个拷贝构造呀，是不是，同学们，哎注意，还有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不行，
这种情况不行，什么情况呢？举个例子 ，STU Lucy， 然后 STU Bob， 然后是 Bob 等于什么呀 ？Lucy， 这个时候它并不会调拷贝构造，明白了没有啊？而是调了两次普通构造呀，它不会调拷贝构造。那这个时候第三行肯定是个前拷贝，是不是同学们啊？如果有指针的话，一定会出错，明白了没有啊？哎，指针指向一块空间，然后你在虚构函数里 delete 两次，一定会出错。那其实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就不能用拷贝构造去解决了。这种情况呢，得用后边的什么呀？运算符重载去解决，明白了没有啊？啊，也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后边咱们会学运算符重载嘛？咱们把等号运算符重载成一个函数，等你用等号复解对象给对象复制，用等号复制的时候，其实它不是前拷贝，而是调了一个函数，明白了没有啊？啊，这个将来会讲哈。好，简单说一下吧，就是说，这个地方呀是这种情况会调，还有一种情况会调这个拷贝构造，什么时候会调呢？比如说咱们有这样的一个函数，它的形参是不是一个对象呀？是不是啊，同学们？咱们在去调 test 的时候，是不是去传 p1 去给 p 复制呀？那 p1 相当于一个已经存在的对象吧？那个 p 是不是就是先定义的呀？是不是调函数的时候给局部变量开辟空间嘛？这个时候也会调拷贝构造。哎，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呀？你看这个函数，如果说它返回的是一个对象，明白了没有啊？然后你是调用它的时候，是不是在这个函数当中会返回一个对象呀？你返回一个对象，是不是在主调函数当中肯定要定一个变量去接它呀？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呢，也会调什么呀？拷贝构造，明白了没有啊？好，了解一下哈。注意，令无名对象、初始化对象，系统不会调用拷贝构造函数。举个例子，你看哈，同学们，你看哈，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定了一个新对象 A 啊？然后这个地方你看它是不是定了一个无名对象呀？这个时候它不会调拷贝构造哈，明白？明白？举个例子，就是这个例子。你看我这个函数的形参是不是一个什么呀？是不是一个对象呀？那我调 test 的时候传的是一个无名对象进去，明白了没有啊？这个时候它不会调什么呀？拷贝构造，注意一下就行了哈。好，那拷贝构造函数呢，基本上咱们就讲完了，后边只是咱们以前提的那个例子嘛哈，说的那个例子啊，咱们就不讲了。其实这个时候咱们说了，这个时候不会调拷贝构造呀，是不是啊同学们？不会调拷贝构造吧，前拷贝哈。好，那拷贝构造呢，咱们就相当于给大家讲完了。拷贝构造总结一下，这个拷贝构造也是个构造嘛，是不是啊同学们？它的形参是一个引用嘛，对象的引用嘛，在什么时候去它才会去调着一个拷贝构造呀？是不是定义新对象用老对象复制的时候呀？是不是啊？那拷贝构造所解决的问题，它解决什么问题啊？那肯定它解决什么问题，肯定是在这个函数内部实现的呀，是不是啊同学们？哎，是不是去给那个指针重新 new 的空间，是不是啊？防止两个对象的指针指向同一块动态申请的空间，将来 delete 的虚构的时候会出断错误呀，这是它主要解决的矛盾，明白了没有啊？好，这个是什么呀？哎，注意，一旦咱们定义 Bob 的时候，它用了拷贝构造，它就不再使用什么呀普通构造了吧，是不是啊同学们？哎，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哈。好，拷贝构造这个知识点呢，咱们就给大家讲到这儿。